哪里中鱼了？哦，中鱼！哦，漂亮！中鱼，中鱼，漂亮！漂亮，漂亮！中鱼了，中鱼了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哎，我鱼没有拍到，这蹦着鱼，中鱼了，中鱼了，中鱼了！你看梅子这波操作，看梅子这波操作怎么样？标鱼到手，还说刚说要换我上去，刚说要换我上去。哎，梅子现在怎么样？这波操作怎么样？弯弓。这条鱼还真不小，这条鱼。钓鱼吗？没的，这个真不小。哎，一直发力。一直在发力。我要发动机，整个红旗你们封了算了，对不对？感谢关注，感谢关注。哎，红心走一走，红心走一走，红心走一走，啊，红心走一走。你自己看这个弯弓，大弯弓。蹲下，蹲下，梅子，你把杆子再压低一点，把杆子压低一点，给它牵回来。用的线不是很大，用的线是8+6的线。这个鱼这么有劲。红旗啊！红旗，红旗，红旗来了，不好弄。红旗来了。这个鱼咋这么有劲啊？不会挂倒到上来的吧？不能。不是你这你直接去这个岸去哪？光要去这个岸搞。光要去那个捉鸡，你看大弯弓，你看、啊，还在发力，还在发力。脚步，我们啊，给他扛下点吧。还行，来弄。对呀，不会是毛的吧？我梅子也说不会是毛的吧？不是毛的。看到了，中字了啊！不知道是不是毛的。梅子说不能是挂倒档上来的吧？20+的肯定是20+的了，就不知道是不是。母鸟战死了，母鸟。看他妈那个乌珠鳄，靠！他已经要线，你看到吗？嗯。估计是冒了。不知道是不是毛的。没挨冒上，跳不上船了。哦。多拿掉了。你看。梅子说他怀疑是毛的，冒了一百，干什么？冒了一百。对，20+的也不能这个时候不抬头。你看这杆子一直是一个一直是弯弓的状态，一直是满弓的状态。那是下钩梅子，毛的。要标鱼，标掉了。冒了呗。冒了。冒到的毛。